做游戏玩编程，通过创作游戏来学习编程。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按照游戏来设计内容，炫酷的游戏关卡，经典游戏回顾，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，培养主动思考能力。基于完全免费的微软 Arcade 图形化编程平台，通过拖动积木块轻松创作，孩子将学会的编程知识，变量、坐标、循环、随机、逻辑判断等等。书中所有的程序都可以扫码试玩和下载源码，便于自学，还有连环动画彩蛋等你发现哦。引导孩子从游戏的消费者变成游戏的思考者，他会成为你为宝贝购买的下一本书吗？